雷顿那个女人吗？还不确定，得看比对结果。 看来这劫匪的枪法不怎么样啊！你以为都像你呢，指哪打哪呢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在的画像师沈毅。你好，这位是我们北疆首屈一指的弹道专家江雪，跟你一样都是神人。哼，这话听着像是在夸我，但是我怎么觉得是在炫耀他呢？枪的型号呢？ 格洛克172D6，按72式启发子弹。陆生，给个时间。啊？72小时是吧？好的，全员听你调配，集体配枪，如遇紧急情况可以果断处置。还有问题？没问题。但是张局，沈毅平时拿画笔的，这次要拿枪，要不然这次……沈毅的第一身份是什么？ 警察，警察的武器就是枪，画像师的武器才是笔。所以你上前线，配枪有问题。没问题。听到了？等会儿。 就你这拿枪姿势，手指都不要了。把持枪证给你拿的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肩膀放松，身体前倾。哦，挺准的。 目标清晰了，其中一者知道了。悍匪，肩膀放松，不到万不得已用不着你。枪是保护你的最后一步，明白吗？ 购票记录，他用李志强这个人的身份证买了一张北疆通往南京的车票。购票时间是7月22号傍晚7点23分。小峰，你去查一下这个李志强，看他跟穆伟到底有什么关系。你还跟我去北疆那派出所和南京市局通知了解情况。那我呢？你会去里待吗？ 这是。
distance. You can run the mile,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rough hell with a smile. You could be the hero, you get the gold. Breaking all the records they thought never could be broke. Yeah, do it for your people. 朱主席什么情况？在路上呢，应该快到了吧？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哥们练过。如果遇到持枪危险，千万别硬拼，见机行事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Hello， 各位宝宝们，大家好！我现在身处的这家店名叫做骑行者之家。白天呢，我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家店餐厅的整体的一个风格。各位宝宝们啊，家人们啊，小太挺无聊，五星点起来啊，点点主播关注。他们家一共有两层，一层呢是餐厅，二层呢是民宿。今天晚上我将会住在这里。整体来看一下这家店的一个感觉啊，还是比较有特色的。所有人都有。前方有枪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江峰，你一定是干什么去？我憋不住了，我要尿尿。是他，快快点回我的院子啊！七十二小时，完成任务。